黄旗啱啱举高，随时准备。好啦，咦，咁啊，睇下，好啦，冇事啊。一起步嘅时候，目的思汉同埋世界精品稍微慢少少，唔怕脱节噶啦吓。咁啊，前边啊，咁啊，睇睇啦，咁啊，轻测啦，同埋啊，协会八号咧，一对马首先唱出嚟先，一个马位先啊，见到外档啊，盛通宝马嘅，然之后就个金精神啦，受奖第四位，入边内档咧就明显一号嘅，之后咧就兴元拍住咧就莫特上轿，再尾三位置咧号胜宝马，咁啊，无敌思汉尾二位置包晒嚟俾啊世界精品噶。咁啊，去到对面啦，咁啊，睇下过1000米段住之后啦，咁啊，见到就轻测咧已经带咗出嚟添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咁啊，见到盛通宝马进正常第二位到，咁啊，再两三个马位先啊，见到后边第三咧协会八号啊，同埋就国金精神，之后一个零马位先啊，见到只兴元，兴元之后就拍住明显一号，咁啊，再之后先啊，见到莫特上轿，包尾嘅尾三位置啦，咁先叫做号胜宝马啦，同埋无敌思汉远远堕后嗰只咧，咁啊，世界精品嚟噶啦，开始向住咧就八百弯进发嘅时候啦，咁啊，轻测咧就暗住嘅啫，咁啊，然之后咧号胜宝马都系留住喺第二位到啊，跟住嗰只协会八号咧就响第三啦，咁啊，国金精神响第四嘅，咁啊，兴元啊呢只大热门而家响到第五啊。入边内档咧涉住咧，另外一只就明显一号，再两个马先叫做莫特上轿啊，跟住就号胜宝马，尾二位置无敌思汉啊，跟住包晒落尾咧就世界精品啦，入到你直路啦，咁啊见到咧仲系带头咧，佢就轻测咧，咁啊占一个马喺度，但系暗住嗰只就盛通宝马咧，嗰个人头咧已经系上到嚟第二位到啦，后边咧就协会八号啦，入边内档咧就明显一号，出边外档咧先叫做兴元啦，然之后先系国金精神，好啦呢个时候咧就先见到盛通宝马咧已经带咗出嚟啦，但系协会八号咧呢个时候暗住咧亦都上嚟第二位到，兴元响外档斗住只明显一号，咁终点在望啦，咁啊协会八号啦，凭住地利真系赢咗一场头马，第二名咧就系盛通宝马，第三名先系兴元。冇得拗，呢马真系好到嗰个烂地，真系。最后100米，你见到啊协会八号嘅骑师女啦，一路打边一路望住里边啊嗰个人头，即系睇下你点逼点逼先。盛通宝马都倾紧偈嘅咁啊，唔系佢喺澳洲都有个远地赛职去支持啊吓，咁跑得好啦，唔系嗰皮啊，真系你睇到。我倾啊，一跑烂地。呢只协会八号呢只老黄忠，你唔好恰佢。喂，打咧，大力啲咧，好似咁样样。呢度未望嘅，你觉得吕伟立就系喂？喂，你咯喂，咁啊，不过真系一对兄咧都跑力，大力啲啊，又望下细力至得嘅，咁一跑呢个地呢对兄其实都系好嘅，咁啊结果兴元咧喺后边追翻上嚟，呢个大热门嗰只都跑入第三，最后啲飞系大热门嚟噶嘛，兴元尾车好夸张啊，28蚊飞嘅兴元。有翻个 pace 噶嘛，夸张啲啦，佢有个 pace 都系啦，呢啲马轻差做补充。咁啊，仲有样啦，你有只轻圆轻测咁放法啦，你嗰只明显一号就系砸死啦，系嘛？你唔可以自己带啊！佢冇啊，全程喺六七位都冇啦，弊啦。因为佢赢嗰场都系自己带嘅啫嘛，即系见到呢咁嘅走势已经弊家伙啦，知道冇啦。喺中间嗰个位置已经弊弊地啦。啊，我哋一路都系担心协会八号个状态嘅啫吓。系啊，佢又唔系。好 fit 嘅时候，不过虽然佢唔系差，但系睇嗰个集都唔系话好劲抽啊，觉得啊，系咯。咁但系呢个地真系冇得定。咁啊，同埋佢都唞几个月噶嘛，都叫做系咪先？真系今日除咗面箍有料到啊，十倍 win 啊，咁啊，成都宝马都5倍嘅，临尾冇计啦。好啦，睇正镜啦。3、4、9亦都系即系以烂地积嚟计就几正路噶啦吓。咁啊，20倍 Q 啊，10倍 win， 第三名就系大满嘅兴元。第四名就明显一号，咪都冇威胁噶啦，冇办法啦。翻到嚟散晒十号嗰啲轻测，咁啊，全体尾嘅嘅质素系真系系第四嘅啫嘛。咁上下料啦，系咁上下啦，嗬。咁上下料噶啦。啊，系咁上下料咯。不过临尾佢又唔系大，唔系热得好夸张，都系5倍嘅明显一号嘅啫。喂，咁啊讲得啱嘅喎，即系计质素，我哋成日都话佢有乜可能10零蚊啊？唔系咯，就系咁啫嘛。冇可能咁热噶你。唔系你分开讲，如果你呢场冇烂地马咧，就唔同系嘛？喂，嗰只二号真系而家唔识跑草地要死啊！真系金贵啊，系金贵啊，金贵咪以后都唔买佢噶啦，草地啊！佢系沙地得喎，金贵啊，沙地先敲佢，全程系尾二啊，系先过一只世界精品嘅。张贵就净系即系嗰个草地得啊，真系有啲马。佢嗰啲咁嘅莫特上教嗰啲咁摄上嚟咧。佢系拉出啲咁啊，留个位俾你咁避咗出去嘅只二号啊！你睇下转第一个千二弯啦。好啦，睇出集，嗰啲又好容易睇啫嘛，其实啊，出集都算齐嘅，系只六号慢少少啦，世界精品喺尾啊，同嗰只无敌思汉。只二号本来就喺出边噶，拍一路骑一路骑咁，唉，冇啦冇啦，你一埋嚟我就走啦走啦，咦、哎？
咁但係即係你分開講喎，呢場真係麻麻地嘅無敵斯漢，同埋我哋講世界精品咧，佢啊真係跑翻水準喎，唔得嘅，唔得，係咯，呢啲爛地好嘅就得啊。三四五